看这眉眼和脸盘，这姑娘长得还挺俊的。脏兮兮，多难看呀、啊！这不都逃难弄的吗？我年轻的时候躲土匪，还往头上抹过鸡屎，脸上抹过牛粪呢。洗干净了就好了。阿和，再去换盆水去。嗯。娘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你们咋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？这事先也没想这样啊，我们开始就是想救他，这不半路上才想起来的。你说你们弄个日本女人回来，还想叫我跟她生孩子，那小环心里是啥滋味啊？那要是小环能生，我和你爹还能合计出这主意啊？我爹他有啥好主意？可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，干什么呀你们这是？想法还没说准呢，这怎么的？这是当老的还不能有个想法吗？那你们这事儿也得问问我们乐意不乐意啊？什么？我们乐意不乐意啊？这不没被他跑了吗？问问你了吗？乐不乐意？你怎么不问问我们乐不乐意呢？啊，我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了，为什么？就是让你娶个媳妇儿，生个孙子吗？啊，传宗接代吗？啊，怎么的？这不应该吗？啊，你们做不来，当老的帮着你们做，有什么不乐意的？我跟你们说，谁都不许点头，叫他走。这次回家就别回来了，我看他怎么再进这个家门。他爹，你别说这话干啥呀？什么话？我正好把他休了，爹来给你找一个能生孩子的媳妇。爹，你说的啥话呀？我说的驴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？驴话我哪听得懂？行了，别打了，你干啥玩意儿？这是。娘。爹。小环就不管了。爷爷不行，管。娘，小环咋办呀？你别看爹在气头上啊，咋办？我哪知道咋办呢？你说你们二老弄个日本女人回来干啥？你干啥呀？我也不知道了。弄个日本女人回来干啥？你干啥？我这苦命的孩子，不哭了啊！听妈的话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张石匠这个老瘪犊子，救个日本娘们回来，那就够气人的了，还让二孩跟那女的生孩子，你说我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？闺女是什么人害的？日本兵给害的，这才几年呢，张石匠就他给忘了。哎，见着日本人，不掐死他也给活埋了。你说他好，他还给救回来了，这老两口子。怎么缺心眼儿？别喊了，那姑娘正难受呢。闺女，别难受了啊！等你大哥二哥回来，我们爷仨给你出气，把那日本娘们拽出来，乱棍打死。爹，你说话算数。对，爹说话算数，算数。娘。你媳妇
妇那脾气啊，你得好好的管教管教啊。啊，这脾气也忒大了。这家伙，这跟老李头家那头驴似的，这脾气也太驴了，比我还驴。你跟他说点啥事儿，这家伙和个地马槽，我这家一百个愿意。你少说两句吧。那小欢平常挺好的，你不惹他，他生气呀、啊。又干活细致，还算个好女人啊。啥叫好女人呢？这爹从小就跟你说，这个好女人呢，你骂她两句呢，冲你笑；你踢她两脚，不吭声。哎，你这才叫好女人吗？那叫啥女人呢？那叫牲口。你是牲口啊？我比牲口强不了多少。你还抱蛆是不是？我敢呐，我敢抱蛆啊！你不要总是惯着小欢，你都把她惯坏了。他没生出孩子来，我们没说啥呢，他还一百个不高兴，一百个不愿意。生不出孩子怨谁啊？那你说怨谁？怨我呀？怨谁你不知道啊？这事儿都怪那个狗日的日本鬼子兵。你说那天小环非要去赶庙会，你娘就不让他去，也不知道这孩子中什么邪了，他非要去，就是不听你娘的话。哎，半路上碰上日本鬼子兵了，出事了。其实这事儿我看呐，您都这岁数了，您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，兔崽子，你怎么跟你说话？娘，你怎么跟你说话的？打他，打他，干啥呀？你这是？有这么跟他爹说话的吗？好好说，还动什么手啊你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别理他啊！嗯，咱不理。哎，好说。爹，你说那日本人要是不来咱们国家，咱们这地方也不会有日本兵啊。来就来吧。他凭什么撵咱们中国妇女啊？撵上一个糟蹋一个，撵上一个糟蹋一个。那小环要不是跳悬崖，怕是活不到今天了。日本兵，你都惯起小环来了？不，你这不是抬杠吗？那咋的？那我还成汉奸了？那你要是这么想，那就是汉奸嘛。我是汉奸是吧？我是汉奸，我就是汉奸是吧？不要阻止了，不要阻止了。爹，那你想要孙子，那我心里明白。你弄个什么样的女人来不行啊？你非得弄个日本女人来，那你让小环心里能舒服吗？现在老百姓看见日本人，恨不得上去咬两口。您可倒好，还让我跟他生孩子，亏您想得出。儿子。你不想一想，咱现在不让这日本人给咱们生孩子，咱找谁去生去？谁能给咱们家生孩子啊？你想一想，啊？你说，孩儿，你干啥去啊？这是？我给人做十倍呢。哎，孩儿啊，没吃饭呢。孩儿，不是你都看见了吧？这个兔崽子，你跟小辉一个病出去了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？有你这么骂孩子的？当初也是咱俩不好，咱俩啥都想到了，就没想到。小环这么恨日本人，我也饿了，哎，我也没吃呢。